东亚杯中国队0比1不敌韩国队，中国队再次失利。12月15日18:30，2019第八届东亚杯第二轮中国队与韩国队的比赛在韩国釜山亚运主竞技场进行，中国队0比1韩国队，中国队再次失利。这是中国队在此次东亚杯上的第二场失利，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实力差距明显，恐韩魔咒将继续上演。国足首场比赛中1比2不敌日本，